Hello， 大家好，耳机今天要宣布一个消息，就是耳机要开始，进军，再一次。我今天跟耳金哥约，我要请他跟我一起跳我的最新2020洗手歌《霹雳洗霹雳洗洗》。不好意思，3、2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耳金要宣布一个消息，我要进军唱跳歌手了，所以今天第一首歌就叫《洗手歌》，要找一位天王来跟我一起跳啊！我欢迎这个。的蔡依林，欢迎她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是儿童界的蔡依林达琳姐姐。达琳好。我是天后，不是天王，好吧？你帮我变性了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我刚一进来，他直接给我开路。不是，我说真的，这样子反差比较大嘛。那会太大。从素颜，然后变成非常的漂亮。跟你说，那会太大，而且小朋友会突然破灭。会吓到。会破灭。你也知道，你素颜肯定会破灭。不是，你知道有多少人花钱请我上节目，就要我卸妆，我都不去。啊、真的吗？今天给我来一个。从来。好了，我们要去变装了。对。耳金哥，你有练霹雳洗霹雳洗洗吗？我有练啊。马上来考几个动作，他敢这样阴我，我就阴回去。预备开始，洗洗手，别乱摸，吃东西前洗洗手。怎么样？可以的。很优秀哎。我有练的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马上要去变装，我变水龙头，他会变什么呢？我会变什么？洗手台。洗手台哇，可以配的真好。Go。新的角色，然后我又看我坐在这个桌子，四个人，主翁，刚好去跳舞，玩了抖音。爱情三十六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打扮不背叛自己。它会注入你的脑袋里面，这就是我们在做这首歌的时候，就想要达到这个效果。一切别放过，你要今天是美丽的。今天还是两只，可是有没有觉得有种复古风？有没有觉得我身体可以穿那些风衣？你在偷练吗？可以来吗？好啊，可以的，是不是？他们练完了。正式版喽，到底这次耳金哥会不会累嘞？会不会气喘嘞？哎呦哇，就跟以前的那个达琳不一样。对，今天是有一个女孩叫天天，从小生长在孤儿院。哎呦，这个气场不一样哦。感觉我要去把我带歪掉是吧？对，刚刚好像不是唱这个版本吗？不是，就这个版本，是这个版本。真的，你这个很梦幻起来。真的、哦。哎，像各位观众，我也是不一样。真的很普通。什么很普通啊？开玩笑的。我发型妆，我就变成这个儿童界的罗志祥，对不对？爱的迫降吗？玄彬。也蛮像的。谢谢你这么勉强的，今天不是重点了，我们变完妆后最重要的这个练霹雳洗霹雳洗洗霹雳洗洗。对，我们要来跟小朋友一起跳这首歌，希望大家呢要记得勤洗手。现在最重要的保护自己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洗手。没错。哎，耳金哥，我跟你说，这首歌虽然是儿歌的，对吧？但它其实是有帅气的成分在里面。哪一个动作？就是它中间有一段是这种，就是很帅的，你要跳出来那个感觉。但最近有好黑色，这有问题。你已经来试看看呗。1, 2, 3, 4，右手配左脚。好，喂。右手配左脚，左手配右脚。对，然后一高一低，高的低的，高的低的，转右边，高的低的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不要勉强他。赶快跟着达琳姐姐还有耳金爸爸一起来跳全新的霹雳洗霹雳洗。预备开始。
变成绿绿，大家一起玩，一起来勤洗手，乖乖细菌远离我，唱首歌洗好手，健康宝宝你跟我。太优秀了，耳钉哥有没有很累？我一点我一点都不累。对呀、啊，看得出来你的体力非常好哦。真的吗？那再来一次。还是休息一下好了。知不知道儿童台主持人其实很难当的。真的。对，你看我要一边提醒你动作。哎，对。你要帅气，帅气。没事，耳钉哥超厉害的，除了玩洗手拳，他每一拳都输我哦。他从来到现在没有赢过一次哦。来来来，洗手拳，预备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来，一分钟你又输了，烂透了，再来一次，好弱哟，再一次，洗洗手，我们要需要有，什么时候才会赢啊？正春姐姐妆，因为我怕我这样子穿在你旁边，我太漂亮。靠腰。你刚刚录到